请王建国上场。好，我们哥哥还有现场的所有宝宝妈妈、小朋友们，大家午安，午安。好好开心啊！我觉得学校还是很可爱的啊，对，非常开心。我应该教一年多，但是呢，我今天看到很多小朋友吃惊，很多孩子都是我曾经带过的孩子，对不对？然后呢，爸爸妈妈也可以在这个时间点呢，带孩子们说哦，认识一下我们在工作室上面碰到，如果有碰到一些这个难题的话，可以跟孩子们说一说你现在的处境在哪。我们今天要非常非常谢谢这个万华总剧团了，我是给献给万华总剧团掌声鼓励一下，谢谢谢谢。然后呢，再谢谢我们妇女会来掌声，谢谢谢谢。感谢大家，还有我们劳工会的同仁，再一次谢谢大家，各位爸爸妈妈还有小朋友们。待会呢，我们今天除了有精彩的节目以外呢，我们今天准备的是从台湾来的宣导品，非常不一样哦。爸爸妈妈拿着大的，小朋友爸爸妈妈要送问卷。站起来，我会选你哦，好吗？然后我就会过去问你，你把答案大方的讲出来，就可以得到我的小礼物。好，暖身题，请问刚刚处长有说，哎，我们这一次的活动是特别希望你们可以认识在哪个场所所遇到的问题，提示。是在游乐园遇到的问题，在学校遇到的问题，在职场遇到的问题。哎，刚刚处长有说的，哎，是希望小朋友也可以多多的来关心一下爸爸妈妈工作有关的遇到的一些问题，什么地方的那个知识？职场没有错，恭喜你。哎，就是这么简单，有没有？好，今天呢不只有小方巾哦，我还带了很多的礼物哦。好，那好像太小声。好像不够，掌声欢迎万花筒剧团带来的淘气皮皮历险记三职人方程式的表演。体验的是小型飞机耶，咻咻咻！哎呀，美美啊，要去天空之城，为什么一定要去天空之城呢？城市探险有那么多城市，对不对？像那个啊。那个编织之城啊，你可以学怎么设计衣服啊，还是那个美食之城，哇，学可是那些我都不喜欢，我就是想要可以开飞机，我希望我之后可以成为一个很厉害的机师，我的愿望就是想要可以开救难医疗机。哇，爸爸你怎么了？哈哈，完美落地，来来来，换我，你，准备啊！啊，野猪骑士来喽！呀！吃五公斤的地瓜，哪有那么夸张？可恶！看我的臭屁气功波，去不不？皮皮你好奇怪啊！有那么明显吗？超明显的，多带几件给我玩的。可是啊，我听说天空之城想要开飞机的话，要先经过训练呢，而且一次只有一个人可以去开飞机哦。什么？去天空之城开飞机只能一个人哦？对啊。等一下，如果菲菲跟我要一起去，不就有人开不到飞机吗？不能，赶快想办法，想办法。不一定啦，不如我告诉你，有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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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耶、yeah! 有啦刚刚是不是有一个奇怪的东西跑过去啊有吗我们要看仔细怎么知道 Everybody 第一关的测验就是这个叫做超级豪棒、超级豪棒棒怎么玩呢、首先呢两位要先剪刀石头布赢的人要拿蓝色的棒棒打输的人输的人要拿红色板板挡住自己叫 understand understand yeah very good 那么我们各就各位啦哈哈哈哈好起来好了很好你就是马祖队长了来跟大家打个招呼不行，就是你们的考验。好吧。